准备一根红绳对折，然后两个勺子这样穿过，好吗？是一圈、两圈、三圈，这个拿下来，拿挂绳穿过。收紧，然后穿入一颗珠子，再穿一个平安扣，编两个蛇结。剪掉多余的线，打火机烫一下，两根绳交叉，然后编闭路结，这一边剪掉多余的线，打火机烫一下。好，两边线处理好了，这是一个火扣，可以调整自己想要的长度。这个平安扣吊坠就好了。